不管今天你演出是什么角色，还是甚至你只是跑龙套，只是举牌的，每一个人都很重要，少了谁都不行嘞。只要有一个人做不好，可能就影响全部的成绩。所以每个孩子其实都是很重要。就是比较不跟别人聊天，然后就是很像自闭症那样。然后参加社团以后，就比较能跟别人聊天，然后跟别人交朋友。每周六上午10:30，一窥究竟。